那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，我们敬礼了明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。我们今天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我们今天的父母祖尊、瑶池金母大天尊、金面金母、黑面金母、变身金母、普陀金刚。师母图登西地丹真嘎措、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以及各位同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是真好，是真好，真好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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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，好啦，米哥，谢谢了 mucho， 辛苦，一起吧，辛苦，救命，好，亚斌。好，布丁布丁，师傅好，欢迎卡宾哦，红鸡蛙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现在先通知大家，下个礼拜天5月17日下午3点 PM 是救瘟疫度母护魔法会，救瘟疫度母护魔法会，因为这个瘟疫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消灭，还是有很多的国家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威胁，有些国家已经比较平和下来，但是另外还有很多的国家还是状况呢，还是非常的严重。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同样的做救瘟疫度母的护魔法会，差不多几个月来，这个救瘟疫度母的护魔法会已经做了好几次，希望呢这个救瘟疫度母能够这个把这个瘟疫给它消灭，新冠病毒能够完全给它驱逐掉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护魔法会。这个救瘟疫度母好像是护魔法会的这个主角，在最近这个所谓有主角 有这个配角，不是主角，是主角，是主角。这个救瘟疫度母就是一个主角，希望能够这个让救瘟疫度母呢，这个发挥最大的功能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啊，这个有加拿大的弟子传来的信息，西雅图的萨迦寺今天庆祝萨迦正空上师圆寂33周年的纪念日，也就是德松仁波切啊，德松仁波切，西雅图萨迦寺。今天是庆祝萨迦正空上师圆寂33周年纪念日。哦，他已经过世了33年。他圆寂的日子是1987年，1987年。5月16日，在藏历是属于火兔年3月18日，3月18日。5月16日还没有到啊，但是他今天庆祝萨迦正空上师圆寂33周年纪念日 ，OK， 就是德松仁波切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瑶池金母大天尊，还有金面金母、黑面金母跟变身金母跟虎陀金刚啊，今天的全部到临这个会场啊，这次是很难得的哦。这个瑶池金母大天尊的所有的这个眷属全部都到了。我们也知道瑶池金母大天尊他本身的愤怒尊就是虎陀金刚啊，虎陀金刚。那么虎陀金刚，我们也知道瑶池金母是管这个所有的瘟神的，所有瘟神的。我记得以前啊，瑶池金母曾经因为 SARS 的时候啊，他给我，他请那个董双成仙姑拿一个白色的小纸袋给我，说叫我用那个小的纸袋啊，这么多小的纸袋，很小很小的一个纸袋给我。他说你到了这个娑婆世界，然后去收这个 SARS 的病毒，那我就拿着这个白色的纸袋到了娑婆世界。想不到啊，这个这么小的纸袋啊，它碰到轰呢，它就放大，大到好像整个地球那么大。那个一照下来啊，就把所有的 SARS 全部 SARS 的病毒全部装在小纸袋里面，然后再把这个 SARS 的这个病毒收了以后呢，再交回给这个瑶池金母，希望呢，我们做这个瑶池金母的
这个愤怒身斧陀金刚的法会。瑶池金母呢，拿这个令旗啊，这个闪一闪，这闪两下，只要稍微闪闪几下啊，瑶池金母令旗这个大花灰啊，闪几下，那所有的冠状病毒呢，全部扫到太阳去，啊，把这个新冠病毒这一扫，全部都扫到这个太阳那里去，啊，太阳的这个火啊，把新冠病毒是吧，一烧，新冠病毒就变成灰了。变成灰烬就没有了，在地球上就没有新冠病毒了。希望这个斧陀金刚他是拿走这个瑶池金母的令旗，另外呢他有哪一个俘虏，啊，他的手上也拿一个俘虏，哦，这个俘虏是封起来的。这个俘虏呢，它上面写着聚宝瓶，原来是聚宝瓶呢，日进斗金，聚宝瓶，哦，五福临门。福禄寿喜，财神到，这样也好了。我们把那个令旗闪一闪呢，所有的这个新冠病毒全部飞到太阳去，就是一下子就变成灰烬。那我们这个福禄呢，就日进斗金，哇，里面全部金，只要它打开。一倒出来，那大家全部发财，啊，所有这一次，啊，亲眼亲自来参加这个彩虹雷藏寺的护图金刚的所有的同门，日进斗金。每一个人都发大财，这里还有五福临门呢，啊，福就是发大财，禄就是长寿啊，福哎当高官啊都可以升官，福发大财，禄当到啊大官，还有寿，每一个人都健康长寿。喜呢，都可以得到好的姻缘。哇，这个葫芦很好，它是聚宝瓶呢，啊。啊，大家都给大家福分啊。那今天呢，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同门问，那么我来回答。请问师尊，七日成佛法，以破瓦华本身是否修持的方式相似啊？很像破瓦华跟七日成佛法，是不是修持的方式相似？两者是否有相同之处？七日成佛法是否能用在
临终助念时观修，还要问这个问题。七字成佛法呢，你们在座的知道，是以哪两个昼日去成佛的？有人知道吗？用阿訇两个字去成佛的，破瓦华跟七日成佛法稍微有一点不同。破瓦华本身呢、专注在开顶，你这个顶窍这边有一个洞啊，这里有一个洞，这个洞是怎么样子呢？这个洞在这里，师尊是没有办法让你们看这个洞，可以吗？可以照到这个洞吗？比较难哦，用这个照啊，可以照出来吗？我头低下来。这里有挖进去，这里有一个洞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有看到了吗？总之这个是破瓦，这里有一个洞啊，就是让最后呢自己本身的元神可以从这个洞出去。那我们修行的人呢、只有一个道路，就是从这个顶窍这里这样子出元神出去，可以到天界，跟可以到四圣界，都是由这个顶出去的。所以这个一般在显教啊，没有什么破瓦法，没有，但是在密教就是有破瓦法。那么破瓦法是怎么样子的修呢？这个我以前我有写过破瓦法是怎么修的，差不多你的陀华，然后八指的地方，八个指头，八指的地方有一个顶窍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八指陀华指这边算起。一共有八指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洞啊。有些人是没有洞的，因为他没有修。那师尊有修，所以有一个洞啊。如果下次你们要看呢，一个人5块钱就好，看一次啊，看一次一个人五块。如果你要摸这个洞的话，再加5块，就10块。用眼睛看5块，用手摸的话10块。这个当然是开玩笑了，这不是真的了。那个师尊从来不可以跟人家要钱。刚刚跟人家要5块10块，这个已经是破戒了，这个就是破戒，所以是开玩笑的，其实是不用钱的啊，不用钱的。那么破瓦法呢，它的修持法原来是用冲顶，用什么冲顶呢？
用你的宝瓶器去冲顶，用你的宝瓶器去冲顶，冲。它有两个字的口诀，一个是撼，就是冲顶，撼，两个气往上冲就冲顶，撼，气下降，嘎，就是下降。撼就冲顶，你在喊这个撼字的时候啊，就有保平气的一股气从中脉一直到顶，从这里冲出来。一般来讲也是三七日啊，到最后你冲顶了以后呢，每个月只能够冲一次，只能够冲顶一次，不能够多啊，不能够太多。太多的冲顶，你顶已经开了，就不用再破瓦，就不用再破瓦了。就是每个月稍微练习一次，不要让它再合起来。它规定是这样子。你如果次数太多，有一次冲顶，把元神冲出去了，那你就叮叮啊，就走了，就真的走了、欸。我跟你不是讲的，不是开玩笑。你天天在那边破瓦，天天冲顶，冲到有一次啊，你的这个命气，也就是你的元神，从顶上出去了，不再回来了，那你就是真正的，去苏州卖鸭蛋，去苏州卖鸭蛋，苏州卖鸭蛋，一去不回啊！其实成佛法跟破瓦法不太相似的地方是，你在七日成佛的时候，你把自己观想成为后日，躺着，你躺着。观想自己变成后日，虚空中的本尊呢、啊？你的智慧本尊变成阿字，阿字底下有一个勾，阿凡字、啊、变成一个凡字，阿底下有一个勾，啊，那个勾呢？这个勾呢？来勾住你那个后日的那个圈圈，然后念一个啊后，就把它后日啊日勾住这个后日一勾，你就成就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变成后日。那虚空中是阿字，以阿字的勾来勾你的home，这时候你念一个阿home，然后一勾，你就成就了。这个是七日成佛法，两个是不太一样啊。你问的问题，七日成佛法是否能用在临终助念，是不是能够用在临终助念啊？其实比较少人家用做临终这个助念比较少啊。后那个时候啊，我觉得是在临终的时候啊，帮他助念的时候。只是他灵魂在这里，给他稍微给他警示一下，就是说你的灵魂一定要从顶窍出来，你的灵魂不能从肚脐出来，肚脐是躲宅啊，不能够从眼睛出来，不能够从鼻子出去。不能从耳朵出去，不能从嘴巴出去，因为你从那里出去，
一般来讲起来都是不好的，都是到六道轮回去的。你如果你的灵魂从屁股肛门出去，那惨了，那个差不多都是地狱道、三恶道啊，从底下走的灵魂，从底下走的都是三恶道。从密轮出去，从你的肛门出去，从你的肚脐出去，都是属于三恶道。另外呢，从眼睛啊，从耳朵啊，从鼻子，从嘴巴出去的，从鼻孔出去的，这些呢，大部分都是有的是胎生，有的是化生，有四生嘛。四生，什么叫四生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这就是这四样，这四样叫四生。那么只能够从顶窍出去，七日成佛法也是从顶窍出去，也是从顶窍出去。破瓦法是主要是开这个顶窍。那么你在这个临终关怀助念的时候啊，我们助念也指示他，你要从顶窍出去，从别处不要出去，从别的地方千万不要出去，这是一个重点。那你临终的时候叫他七字成佛法，我想应该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教他七字成佛法。但是那个时候，那个是平时就要开始练的，平时每天晚上都要开始练，等于他生病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教他练。生病的时候让他躺在床上，把自己观想成为一个后字，虚空中的本尊变成一个阿字啊，经常用那个阿字来勾住你的这个后字，到时候你要断气的时候一声啊后，那个时候就可以成就了。平时就要修的啊，不是临终的时候修的。这个有关瘟疫的问题，请问师尊，这一次的瘟疫，是不是带着使命，是意味着人类的大灾难、末日或者惩罚，因或是开始？瘟疫近期内会消失吗？祈求全球真佛弟子一起念救瘟疫度母心咒，回向给全球奇迹咒的力量，让瘟疫消失，让人类回归正常轨道啊！谢谢您。有关于瘟疫的问题，的确我看见的，他们在海面也是拿着令旗的，每一个瘟神都是拿着令旗的，是带着命令而来的，带着使命而来的。那么你讲的意味着人类的大灾难，没错，这一次的瘟疫是我这一辈子活到76岁还没有碰过，是我76岁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瘟疫，这个一生当中有这一次哦，就足够让你回味跟纪念了。那么，真的是人类的大灾难，
真的是人类的大灾难。你看哪一个人不受灾难？这一次啊，就算你没有瘟疫，你也会损失啊。像师尊也损失啊，那不能够摸顶，不能给同门一个一个摸顶。没有人来问事，你生意不好啊。当然不能讲是生意啊，那是在问事的时候是解决同门的困难。你也不能从国外飞过来啊，很多国外的朋友也都不能够飞过来了，就算在美国州内也不能够飞过来啊。你飞过来我也不能跟你问啊，因为要保持社交距离啊，要保持社交距离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。每一个人都受了灾难，等于是每一个人都说经济也有问题，很多大老板，很多的企业家，很多餐厅的老板，很多做生意的老板，每一个都猛受损失啊，真的是人类的大灾难。你问的问题现在是开始还是近期内会消失掉？我不敢讲说什么时候会消失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会讲说这是谣言或者是假新闻啊，人家 你这个人讲说哦，卢世尊讲说好啦，最快四个月会消失掉，最慢两年会消失掉。那大家一听到两年才消失掉，大家都泄气。最快四个月会消失掉，再近几个月会消失掉，是精神的一种鼓励。还是不要传播什么时候会消失掉，我讲出来你们一定会讲说哎，卢师尊讲几月会消失掉，什么时候会消失掉，几月几日会消失掉。那大家会讲说啊，这个是谣言啊，这个是假消息假新闻。到时候每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，如果那个国家没有，有的国家真的消失掉当然很好啊，有的国家没有消失掉他会指我哦，是你讲的啊，就是不太好。但是好像快的话几个月就会消失掉，好像，我是讲好像好像慢的话两年会消失掉。你说要完完全全消失掉，连一个病毒啊，这个 0.0000000 的病毒全部没有，这个才算完全消失掉。不能说有一个人还有，要完全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也不用问，反正我们下个礼拜救瘟疫度母，你报名主起，你就是尽了你自己本身的本分。请问师尊，现在面对全球疫情的形势，我们修行人应该要怎么做呢？现在这么多人染病，是属于一次人类的洗礼吗？我们弟子是否只要心存正念和善，就可以避免瘟疫灾害呢？告诉您，哇塞！
这他们老是表演洗手舞啊 wash your hand 啊 wash hand 啊，这边洗洗，这边洗洗，上面洗洗，下面洗洗，左洗洗，右洗洗，天天洗，还有指头洗洗。Wash your hand。当然还要戴口罩啊，当然还要戴口罩，还要勤洗手，另外还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尽量避免去感染。还要心存正念跟善，是这是对的。这一次的染病真的是人类的一个洗礼。那么避免瘟疫灾害，师尊有讲过啊，你带那个护身啊，带着师尊讲的那个六味药的护身啊，还有那个还有救瘟疫的这个符啊，师尊还有救瘟疫的符啊，要佩戴在身上，还要心存正念跟善啊。另外一般的那个方法，避免去感染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佛亲到我们家里，他也不跟我保持社交距离，我们距离很远，差不多我坐在这里，佛亲是不是站在台下，站在台下，距离那么远，那我们只是比一个姿势。这是什么姿势？佛亲比一个这个姿势，我比一个这个姿势，就是 hug 这样子 ，hug 就是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 hug， 他 hug 这样子，我们保持距离，真的。那佛亲每一次啊，星期四他去买菜，他去菜市场买菜啊，去 market。去 买菜，星期四他都会去买菜。买菜呢，他回来啊，他回到我们家里的时候，把菜放在门口，然后打电话进来说菜已经送到了，然后我们再到门口去拿菜，他人就已经走了。我跟佛亲啊，跟小孩子啊，跟两个孙啊，都保持距离的。就是这样子避免感染啊，因为他们去菜市场有没有带细菌回来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他也不敢进到房子里面来。他今天有，他有进到房子里面来，但是我们哈格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哈格，他也是这样子哈格，就表示了，请问师尊，瘟疫期间除了可以多念师尊心咒、救瘟疫度母心咒、金母心咒之外，请问可以念孔雀明王咒来对治瘟疫吗？因为我日父他是持孔雀明王咒已经很久了。他修持孔雀明王咒可以的啊，孔雀明王咒你也可以多念，但是不一定我们生活中所有咒语你全部念啊，不用这样子，不用这样子。你修持孔雀明王咒，那你可以念孔雀明王咒，念师尊心咒，念金母心咒，念救瘟疫度母心咒，你自己的本尊孔雀明王咒可以的啊，可以念。
再来一个问题，哇，全部都问。弟子想请示，对于目前疫情的蔓延，众弟子们除了持诵金母救瘟疫度母心咒，或修持念诵回向，以及祈求师佛祖坛法会消除众生的共业之外，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制造真上缘，促使瘟疫在最短时间缓和停止蔓延？现在已经在停止蔓延了，有几个国家是没有停止蔓延，但是目前来讲，在美国已经慢慢在停止蔓延啊，美国各州啊，差不多慢慢的，纽约州是最厉害的了，但是已经停止蔓延了。像华盛顿州，像我们师尊住的这个州，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快蔓延的，现在已经排名到第18、19，也就是美国有50个州，那么华盛顿州我们住的这个州是排名第18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蔓延这个州是第一名，华盛顿州是第一名，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缓和，已经是第十八名以后了。所以美国有50个州，但是现在纽约州是最厉害，但是它也渐渐的在缓和啊，在停止蔓延了。那么你问的问题是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制造真上缘？其实你念这个救瘟疫度母的咒，或念诵法回向，或持金母的咒啊，报名主起师尊的主坛法会，这个已经很好了，这个、已经很好了。啊、哦，这个另外啊，这个圣严路 Foundation， 你如果看这个网页，圣严路 Foundation 的网页，你可以知道那个卢生燕布施基金会，他在把那个有做了很多的事情。这个也是真上缘啊，啊，卢生燕布施基金会啊，最近也送了很多的口罩出去，啊，很多的口罩出去，很多的防护衣也出去，很多的这个救灾的器具，啊。那今年呢？大家赞助这个卢生燕布施基金会的金钱比往日多了一倍，这个也是真上缘啊。那我们继续在这个做，在赠送口罩，赠送防护衣，另外还有所有的那个呼吸器，另外呢还准备这个，好像是说发放到了疫情最重的地方，发放在疫情最重的地方啊，都在做的。这个是卢生燕布施基金会，这个就是真上缘啊，这个就属于真上缘。刚刚活菩萨不知道在跟我讲什么，我在讲话的时候，活菩萨从这个耳朵里面讲了几句话进来，我要听看看他到底讲什么。
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讲，另外还有很多单位在帮助这一次瘟疫的单位，你们就近，也就是说在你自己的国家就近去支持这些那个救疫情的单位，这就是真上缘啊，不一定说你会汇款到卢生燕布施基金会，当然生活中的弟子汇款到卢生燕布施基金会，这个基金会就利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的工作，你也可以汇到你自己国家里面的救济单位去帮助他们，这个都是真上缘。像师尊啊，每天晚上在超度那些因为瘟疫死掉的那一些人，这个就是真上缘。下一辈子呢，师尊如果转世再到娑婆世界，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贵人。这些贵人是什么贵人呢？就是以前你过去世你超度过的这些人，全部都是变成你的贵人。这个就是真上缘了。最后一个是许琼文女士，请示师尊，弟子修持九劫佛风约莫半年，以一领气时，气在左的劫受都是清凉的，甚至停留在丹田时也是如此，但没有软热的感受，不过还是会有冒汗的情形，不知这样子的状况是否不正常，在修持时是否有需要特别注意或调整的地方。很好，这个问题也非常好，就是我们修在休憩的时候啊，全身有清凉的感觉，全身清凉的感觉，清凉的感觉是对的，全身很清凉的感觉，很舒适，很清凉的感觉，这是对的。这种火叫做闻火，闻火就是闻，我们称为闻火。有热的感觉叫做无火，无火。我们先修清凉的感觉，先修清凉的感觉出来，让全身感觉到清凉，这个对入三昧地非常有用。那你要得到这个温养的感觉，温暖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你只要用无火，你进火的时候啊，进这个火的时候啊，速度快一点，速度快一点，因为你用意来引导气在走。用意念引导气在走的时候，你是用缓慢的方法在走，用慢的方法，这是闻火。如果你要让它软热，变成热，变成浊火，你用意念带领着气走，那个时候速度要加快。速度加快呢，无火就会生出来，所以真正让浊火点燃，
然后那里感觉到很温暖的话，你就要用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力动呼吸，力动呼吸，用力动呼吸的方法，然后用意念也跟着配合着力动呼吸，然后它自然就产生软热。如果不用力动呼吸，你始终用意念引导，用文火在全身走来走去也是可以的。其实文火跟武火要互相配合，什么时候文火，什么时候武火。文就是文章的文，武就是武功的武，一个是文的火跟这个武火，也就是说你的文火多啊，武火少。你如果练习武火的话，你的软热就会产生出来啊。这样子跟你讲应该就很清楚了。那么武火呢，你要让它很快产生热，就用力动呼吸，但是力动呼吸也不能常常做，因为常常做的时候啊，也会让你的身体啊产生燥热，燥热会产生燥热的现象。这个哦，已经五十分钟了吗？已经讲五十分钟了，还没有讲这道果呢。啊，这个出世间道也是用四灌顶，那么平灌六地中，以戒净分道引道，得化身净土自在；密灌四地中，以甘露精粹道引道，得报身净土自在；会灌二地中，以大净分道引道，得法身净土自在；第四灌半地中，以大净分之净分道引道，得体性身净土自在；纳入甘露之行，以中脉转成最胜净分，一切意转成法身的五智。这个很好解释，这个 也可以讲说都是讲过的。平观就是第一观给你，它菩萨地包含的六地，以戒净分道引道，就是说你的明点清净来讲，是得到应身的净土自在。你慢慢的那个时候啊，你的明点还是污浊的，但是呢你慢慢的可以变成净土自在，变成净土就是报身的境界。密灌第二灌顶，内华灌顶，甘露精粹，你明点慢慢的变成非常渐渐的一半的清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得到报身净土自在。报身净土自在，报身净土自在在哪里？也就是等于色界天的净土自在，差不多是那里啊。报身净土自在，然后会灌就是无上密的灌顶，
以大净分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清净了，你的明点已经完全由上师加持、本尊加持，你的明点变成清净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以大净分道引道，那时候你的明点已经清净了，得到法身净土自在，那就更高了，也就是一个开始到终极，到从应身到报身到法身，然后最后呢，融入甘露之行，以中脉转成最胜净分，在中脉的时候变成甘露最清净的时候，一切的意念转成法身的五智，也就是真身，就是体性身啊，这个跟大家解释就是这样子。这个今天道果所讲的，其实也等于是重复了。它有一个这个啊，四个灌顶，一个灌顶设六个地，一个设四个地，一个到了这个佛地，另外呢到了最圣地，这个、四个灌顶。然后都净化你的啊，净化你自己身体的甘露，开始净化甘露，还是污浊的，这个是半清净的，这是完全清净的，最上清净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他的解释，那我们以前呢，很多的宫廷剧。啊，宫廷在这个电视上演出的宫廷剧，有什么宫廷剧啊？我自己没看呢。啊？你有没有看？不，宫廷剧是中国的啊。哪里，宫廷剧大部分都是中国的。哦，什么《甄嬛传》《如懿传》呢？你们如果看过这个就知道了。他说，有个女生特别喜爱看宫廷剧，这《甄嬛传》啊，《如懿传》啊，所以常常疑心特别重，因为那里面都是勾心斗角的。有天呢，他去买包子的时候啊，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根银针，砸了包子一下，银针前端就变黑了。女子惊呼：“这包子有毒啊！谁要害毒害本宫？”这时候，老板走过去，把包子打开，原来里面是黑芝麻包子。不是包子真的有毒。其实我们看宫廷剧看多了，真的疑心病也会很重，觉得始终人家害他。你知道有一种精神病患吗？就是被害妄想症。被害妄想症，那个精神病患是被害妄想症，经常在想别人怎么害你，怎么在害别人，在害你，经常这样子妄想。其实没有人害你，师尊都从来没有想说谁在害我。其实师尊哦，最多人要害的啊，杠头应该每一个杠头师都要杠师尊的。啊，师尊从来也不去想，因为师尊 有在修法，就算有杠头也等于没杠头啊。所以你们记得修法，做结界，披甲附身，哪管他什么杠头，什么杠来杠去的，通通不用怕。
你只要学的真佛密法，真的用了心，什么都不用怕的。所以管他什么人家啊，给我做法，或者给我杠头啊，或者派鬼来抓我啊，派鬼来吃我来咬我啊，我从来没有怕过，也从来不去理会，从来不用理，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你杠我，这个我大白伞盖在这里啊，反弹回去，你反而完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用怕的。有一个警察问一个这个阿伯啊，一个阿伯啊，阿伯，你的金戒指被抢的时候为什么不叫啊？这个阿伯就讲，因为我满口都是金牙。因为他叫的时候啊，那牙齿恐怕被那个抢匪给他拔光。有一天呢，小明问爸爸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爸爸告诉他，你是石头里面崩出来的。这时候啊，小明就哭了，难怪老师骂我笨得像石头一样。老师骂他像笨得像石头一样。有一个太太进了总统府去参观总统府，总统府是可以参观的，有的总统府是可以，像白宫你也可以去参观。这个时候呢，她在上楼梯的时候啊，就不小心跌倒，刚好总统走过去，就把他扶他一把，那个太太就跟总统讲：“总统先生，叫我怎么感谢你呢？”这个总统就笑了，他说：“下次选举的时候，你就投我的票就行。”这位太太回答：“不，我只不过是膝盖摔了一跤。”我脑袋可没有坏。可见这个总统做得不好。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有些人呢，是在当官的，平时呢就要接地气。我们当官的人平时就是要接地气，你要获得所有的人民的爱戴，一定要懂得你要去疼惜你的部属，跟疼惜你自己所管辖的人民，这样子你尽心尽力的，这跟修行一样的，你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，他就会感激在心，就会投你一票。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你必须要反省自己，为什么自己得不到好的人缘？因为是你自己的关系才得不到好的人缘。如果你自己做得好，
你会得到很多好的人缘。这个跟我们佛教的因果是有关的。这个有一对夫妇在动物园呢，随着大众围着这个大猩猩啊，大猩猩看。这个老伯就讲了，真奇怪哦，越难看的动物啊，越多人看。大猩猩很难看，所以越难看的动物越多人看。老公就叫他，你小声一点，不要讲这么大声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你。有的时候啊，人要反省自己，经常要照照镜子啊，要反省自己，经常要照照镜子，因为你指别人家难看，其实你自己也更难看。你在指别人家的错误的时候啊，你自己犯的错误更多。所以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一样跟孔子一样啊，要一日三省吾身，你要反省自己。在下雨的季节，老板对秘书说：“开除司机。”结果司机被开除了。是驾驶的司机被开除了，是开除司机。除司机是另外一个机器，只是没下雨，有湿气，开除司机。结果司机被开除了。这个有一对恋人呢，去登记结婚。户政人员很热心的问：“做过婚前检查吗？”女方讲：“查过了，他有房子、车子，多钱呢？”户政人员说：“我是讲说去医院检查。”女孩子脸红的讲：“也查过了，是男孩子。”啊，这个是奉命结婚了。奉子女之命结婚。有一个精神病患讲：“我的大名就叫做上帝，小名呢就叫做耶稣，英文的名就叫做 God， 法号就是如来。”这个笑话好好笑，告诉大家。师尊最近也体会了像猪一样的生活。什么像猪一样的生活？因为禁足啊，就是睡觉，睡醒了，师母就叫我吃饭，
吃完了饭，累了，又做这个午睡，又午睡，又这样子睡，但是呢睡起来啊，这骨头都会酸，睡起来骨头是酸，所以这样子讲，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，但你永远都不能像猪一样那么快乐，啊。请问大家啊，耶稣的儿子，耶稣啊，耶稣基督，耶稣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脑筋急转弯呢，叫耶子。啊，耶稣的儿子叫耶子。不要说别人的脑子有病，脑子有病以前呢、啊，必须要有个脑子。不要讲别人脑子有病，脑子有病以前必须要有个脑子。每当我想你一次，上帝就落下了一颗沙，于是便有了撒哈拉沙漠。啊，我告诉大家哦，每当我想你一次，天上就掉了一个眼泪下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西雅图有一个闪咪咪西湖。啊，师尊很想念大家，所以这个天上都会掉下一滴水，天上就会掉下一滴水，所以呢，我们西雅图的湖是最多的。你不相信，你查一查，我们华盛顿州的湖是最多的湖，最多的 lake。最多的福，那都是师尊的眼泪。Om Mani Padme Hum。